不对，你再放一遍。欢迎周深。哇！快来快来，快来快来！周深说：“我这不是在录《你好生活》吗？怎么突然开始答题了？”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就坐这里。这边。我是考官，我是考官。一比零啊！来，这边还有，不，我是考官。来，好，来吧。这边的实力，我突然站队了，对了。好，刚才那首歌没对，没答对。答对的。答对啥呀？他在那提醒你。你这算什么答对？啊，行，拿走拿走。在开门小吉，小吉。周深，听啊，就是现在我们要赚金币。哦。这金币一会儿大有用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这个两军对垒还是不要了。两军对垒一会儿，我们下一个时段正式开始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就是刚才没有猜过题的嘉宾，每个人有五道题，可以每个人三道，好，赚取金币。那接下来，周深刚到嘛，深哥，那我们就先来，周深，来吧，没事，按门铃。深哥的表情震惊，听，别弄按了，这门铃有问题。没了。只要人人间献出一份的人间。这歌叫什么？爱的奉献。算谁答对呀、啊？这是。对的呀，我们一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我们一对的。就是、啊。爱的奉献。歌名叫什么？爱的奉献。回答正确。好，还有两道题，不许帮忙。你们现在不是一对的。谁说一会儿不一定？先看我节目长大的，就是我跟月亮姐永远都是一对的。看月亮姐的节目长大，好，来吧，下一题。你俩金币拿上。噔噔噔，跳洋娃娃和小熊跳舞。这都能猜，对吗？这歌，你看这个太厉害了。来，有陪伴我童年的人在这，能不答对这首歌吗？下一首。哒哒哒，对，新不了情哦，新不了情。我觉得你得给他出一个难的，出一个难一点的。怎么呢？先给我金币再说。啊，对对对，现在这事儿还记得呢。来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行。哒哒哒，我是自由行走的花，自由行走的花。你怎么就伸手啊？这回答对吗？这得加两个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周深一个人就拿了四个金币啊！这叫别人啥也听不出来。这个节目叫做答对没有，老问别人，你自己没有判断吗？节目改名我主持这个节目十年了，我每次上场就跟个新人一样，知道吗？节目叫做给金币吧，小尼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邀请小撒。小撒人在哪儿？小撒人在哪儿？把他叫来。我们的答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是误点了是吗？你是误按了是吧？好。太好了，我就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等这一天等了十年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是吧？大概还有多长时间？他在旁边，咱一道题也答不出来，因为他乱唱。对。月亮姐姐，你愿意？撒老师的位置成为今天的一个队长吗？我们愿意，不用他同意。我们双手赞成。真的不是我特别愿意的，是群众的呼声。好吧，那来吧。那我们今天开门小吉的猜歌战就正式开始了。正式打响了，正式打响了。刚才都在赚金币，金币一会儿都有用处，因为小撒一个金币都没赚到，所以他被淘汰出局了。赚到一个吃了。所以稍后我们要分成两个队。进行对垒，进行比拼。那两个队的队长呢，自然就是我和月亮姐姐了。但是队员不一定是你们啊。我跟月亮姐姐现在要通过猜歌的方式，就我们俩要一起猜。队的人可以选一个人到自己的队伍当中来，好不好？这边的已经不愿意去了，你们这边的可以过来，因为都看我节目长大的。那不一定。我跟你说。正在点头呢，这句话说出来，谁不敢过来？哎，月亮姐姐拿个麦，来吧。谁敢不过来？站起来，这不用麦，我想的这么好，不用麦，真的好，那我们俩就开始了。现在两位队长的队员争夺战正式开始。
我们是要抢、哦、是吧？抢，那还让小撒来吧。来吧。我觉得小撒更厉害一些。然后就想点清楚规则。嗯。当我开始放铃的过程当中，你都随时可以去抢门铃。好。按响门铃，说出答案就算对。如果说错，算对方对。行。啊、哦，好。好。现在为了游戏的进行，请各位站在沙发的后面。请各位站在沙发的后面。我们选到的人就会进入到正式的比赛区，成为我们的队员。就是说，就是他们呀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往后面。对，好，游戏开始，第一题。正式开始，请听门铃。没事就站呢。小螺号滴滴的吹，不对不对，小螺号不对，对吗？不对，答对。周深，哇，你可以拒绝吗？你可以拒绝，拒绝。导演可以拒绝吗？可以。周深说他不想去那一队。周深真的想在月亮姐姐这一队。对呀。周深，周深，你是一个专一的人，我太喜欢你了，真的，小朋友们。长大以后都要学这样的人，周深都是我们队长。朋友一定要是这样专一的。长大以后小朋友都要学我了。那你答对一题啊？可以啊。你有本事，好，我现在把周深留给你。如果你，我如果下一题依然是我答对，那我还是要周深过来。但是他还是会拒绝你，怎么办？张磊，来吧，到我们这儿来。是吗？那也是我们。来吧，跟小宁，我们好，来来，请坐。好。完了完了。哎，真的。第一位队员有了。好。哦，这样的，哎，好紧张啊！那你一定要答对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好紧张。好小啊！你要是现在没电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。周深哥想当队长，我好队长。央视频的各位网友。现在我们的这个门铃没电了，对不起，刚才猜的歌太多了，门铃没电了。哦，我还要帮你按一下这个蓝牙音箱是吗？对，蓝牙音箱断掉了是吗？蓝牙音箱，好，来吧。啊？什么什么什么？等等。要人吧，周深，我会留给你。哦，对，他们五个我都要了。哦，我们打一下能要五个，只能选一个。我们是一个，那组合的那就选一个公司吧。哇，那全他们十个，他们都愿意。但如果我们这么选下去，可能接下来就选人了。都愿意选我呀。好，可以，那你这首歌还只能选一个人。因为刚刚小宁哥只选了一个人。那我就。那就花海吧，他现在有个花。好，可以，耕耘，他叫耕耘。耕耘。好，下一首歌。这光玩咱们俩吗？听不见呀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女孩对我说。那女孩对我说。选两个。嗯。你别老在我这打主意好不好？哎。周深，你还没被选呢，哎呀，巧了吗？这不是，来，周深来吧。我拒绝。哦，选两个那就好妹妹吧。哦，来，小石。好妹妹刚才不是说一定到我这个组吗？我被迫的吧？可以拒绝吗？我跟你说，可以拒绝，可以拒绝。请坐。不要学坏了。哎，你不要让周深失望行不行？你赢一次，赢一次。哎，下一首歌。下一首歌，好好替我听了啊。选两个人啊。下一首歌，拍到了。哎呀！噔噔噔噔噔，我给你机会。这什么歌啊？名字？海。玉。恋。行了。我给你挑两个人送给你，行不行？周深到你那儿，行不行？小金最好了。哎呀，先给。然后，嘿，弟弟你也到他们这儿来吧。太好了。这轮
长得就不能被选了是吗？来，下一首歌。导演的规则这么随意吗？我的热情，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热情的沙漠，热情的沙漠，哦，热情的沙漠，耶，哦，对了，他们都不会，暴露了年龄，热情的沙漠，就你们四个吧。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对，就在这边。好嘞。哎，这不我猜出来的吗？你真好意思。我热情，我先唱。我先说了歌名，那你要啊，你选嘛。都要。这些要这些。对啊。他要你们了。哦，我们去吧。哦，拜拜。对，我今天照顾一下月亮姐姐。那一会儿我们家是不是坐不下？没有，他会在啊。申哥，你被猜中了。我都会要你们的啊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我记住了，我一点都不伤心。好。是不是你那太晒了？坐这儿吧。开始。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太晒了。什么？气味不好。那我们就坐着，坐着。啦啦啦，那一片云呀，哒哩哒哒哒啦。兰花草，兰花草。踏浪，踏浪，踏浪，踏浪。小小的一片云，踏浪。头发，哎呀，头发记。踏浪，头发才会乱呢。踏浪，对对对，踏浪。哎呀，记得死了。对对对，他们三个都留下了。等一下，我答对了，是踏浪。我先说的，我先唱的。我们答对了。导演，到底是谁答对了？我头发都背成这样了。秉公执法。导演还在这调整桌子呢。那么多椅子干嘛？导演，把沙发。导演，你说句话。那总不能我们这边就四个人吧？那行。没事儿，十个秦天猜歌的实力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我说我对你们有信心。还有个秦天的背后。我倒看看没有我放海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？我要展现实力，临时就是放水。害怕你们不行。可以可以，他们很棒的，他们很棒的。万一三个赢了，那行吧。三个赢了，那我们就三个赢了十个，就这么定啊？不会，就我们四个，对他们几个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真的。对，对，看来月亮姐姐跟我人品相比，她更胜一筹。毕竟都是看着月亮姐姐的节目长大的嘛，阴晴圆缺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比吧。阴晴圆缺。还有几位新加入进来的嘉宾。行。女友队友了。来吧。加入进来的难道不问问人家怎么选吗？他们，你问过他们吗？你问过他们吗？我们还有口号吗？口号，我们的口号就是。那我爱你有多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这边也没用。对对。你们那边才没用。拿走。我说拿走，全拿走，全拿走。王冠。你晒成这样了。快来。这么白还说黑。是不是彩排的地方根本睁不开眼？王冠，其实你不选小你也可以。这个颜色了。踩过了吗？坐在那儿。哎呦，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录你好生活，其实我们现在虽然在做这个开门小集的直播，但是你好生活的彩排正在进行当中。我刚刚得到一个导演的消息，现在周深你是在哪一队来着？你在月亮姐姐队。但导演刚刚通知周深现在要去拍海报加彩排。哦，所以你们 OK， 先玩完第一轮吗？我们赶紧吧。好，来吧。太好了，我喜欢周深。预备开始。这孩子太好了，太实在了。那我先声明一下规则哈，我们的零在前头。抢。要去抢零才行啊。好。行。听到了没有？抢。准备好了。抢还抢不过。预备。快点的啊。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童年，童年。建宇，建宇，童年，建宇，建宇，周深，周深，你都已经跪下了，来来来，什么歌？九个人啊！来，请唱出这首歌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。咋了？花的酒店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。喂，好，这个留在我们这儿。你们九个，我刚刚，我们十分，不是刚刚我们想看一下对面的实力，这十分是吧？一分，一
安慰嫂，我们是十一分。我们待会儿直接上去，先把他围一圈。行，你们零分。好，来吧。我们上去先包围。好，现在我让我们周深，你再答两题。好。说交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紧着你要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们可以付出五个金币的代价再听一遍门铃。五个金币，我们不听了，你们猜吧，因为我没有摁，答错了扣不扣分的呀？啊，答错了扣不扣分的呀？答错了我们得分。没事，你们不行，五个金币而已嘛。错了，我不听了，猜错了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给你们，下一题。我们得一分，我们得一分。那，还是得听，兄弟们。瞧点早，怎么咱听个三五秒？来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事关尊严，我必须得听了。心皮歪了，也不用靠自己，我觉得。来，3、2、1，准备。3，哪能这么玩啊？不能直接。猜到了。按零。当听我。我的。太快了！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这两首歌掐断一下吧。要不你再猜最后一首吧，不然的话很多人都在等着你来最后一首。他们的歌，还没首发呢，都发了好久了。那没办法，不管人发没发，是他们的歌，那他们发了。月亮最再得一分，淡定。哎呀，哎呀，三分了，他是不是三分啊？两分。三分。对，三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那周深再猜一首吧。那周深可能确实要走了。回答正确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还得是深哥，怎么回事？好，导演，周深什么时候去录海报呀？周深，你们赶紧过来，我去看海报了，好，谢谢周深，确实太强大了。今天，希望今天你好生活的春晚圆满成功，成功。好的。周深今天有两首歌，还有一个跟我们这边的秧歌舞队的一个合作表演。